啊，真正体会到一体，我们的真诚就显出来了，慈悲就显出来了。啊，慈悲是与一切众生乐，拔一切众生苦。看到什么？一切众生苦，就跟我自己受苦一样，没有两样。赶快把它化解。一切众生乐，跟我自己享乐是一样的。心量大了。啊，三种周边里面讲啊，含容空有。啊，含空包含虚空，啊，虚空法界是心性变的，虚空有多大？无穷大。啊，容有容纳万有。为什么呢？万有不离自性呢？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性生的，自性是真正的自己，万法是自性生，怎么能不爱护啊？我这身上每个细胞都是我身上生的，我们把这个身比喻作自性，把细胞比喻作万法啊，知道细胞是我身生的，我怎么会不爱护它呢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体有多少个细胞组成？大概有50兆，50兆个细胞组成这个身体。啊，我们将50兆的细胞比喻作万法，万法没有离开这个身体，身体没有离开万法，身体就是万法。万法就是身体，是一不是二了。这是佛家的伦理关系，佛门的伦理啊。啊，伦理是讲关系啊。我跟佛菩萨什么关系？我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？我跟树木花草是什么关系？我跟山河大地是什么关系？我跟这些空间时间是什么关系？一体。多么亲密啊。没有法子比喻，找不到比喻啊！比喻父子之亲呢？父子是两个人呢，这一体，它是二体啊！所以这个真相呢，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为真方知。你没有真的，你不知道。